你其他的角色啊。你有看到那个二连吗？那个二连集。会目前没有，不过十月的联盟战结束，就十一月初的时候可能会收人，可能会啦，会在 Discord 群那边公告。那会收多少人就不一定，所以也没有办法保证会不会收你这样子。我来试试看，我们来试试看那个阵好不好？我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哦、喔，来试试看那个阵有没有办法打这个阵。这个阵不知道打不打得赢，已经五星的碎片还没干嘛，没任何用处。赢了，赢了，可以耶，赢了耶。好爽啊，好好玩啊！院长今天换魅攻吗？看你其他的角色啊！你有看到那个二连吗？那个二连级。地下城可以三倍，好不好？地下城可以三倍。这个也可以哟、哦，这二连击让你看看这二连击的力量，对吧、啊？眼球超可怜的、啊，这个 UB 速度啊！是这一组很厉害的，好不好？这我就是专门打这种阵的啊，它是之后 PVP 会用到的一个进攻阵。这个阵没有魅攻的话，没有取代方案。这个阵一个角色都不能换，这个阵一个角色都不能换，只要换一个角色，这个阵就不成立。可以换坦啦，换坦还是会这么快，但是就打不到进化了。放草泥马的目的是在于说，这个魅攻可以直接打到进化，魅攻的大可以打到进化。没有，魅攻真的是那个的。之前看到一个日本人在用的，哦，直接把进化射死哎、欸。坦拿不死，猪猪抓掉了，可是坦拿不死。猪猪抓掉，可是坦拿不死，哈哈哈哈哈。猪猪抓掉，可是坦拿不死，好痛哦，哈哈哈哈。
Going back to all the right. Take your love, I'll take me side.